女磁铁也称为女铁硼磁铁，于1982年被佐川真人所发现。这种磁铁的磁能级是当时全世界磁能级最大的物质，直到现在，女磁铁也是仅次于绝对零度火磁铁的永久磁铁，因此有着万磁王的称号。见识过女磁铁威力的小伙伴都知道，这绝非浪得虚名。别说钢铁这样的物质了，甚至血液中的铁都能被女磁铁给吸出来，就连蚂蚁老鼠这样的活物也会受到女磁铁的影响。国外一小哥脑洞大开，假如把女磁铁放进微波炉中会发生什么呢？说干就干，小哥二话不说扔了两块女磁铁进去，盖上盖子启动开关，微波炉转了几分钟后，老外打开盖子取出女磁铁，发现它们依然具有磁性。老外不信邪，盖上盖子继续加热，可不管老外加热多长时间，女磁铁还是没有任何变化。小伙伴们，你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女磁铁失去磁性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哦。视频最后我们来玩个小游戏吧，打出这个字我就叫你爸爸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